成日講到嘅沉降咧，好似好普遍咁樣啊，或者唔係唔尋常，但係沉降可以好大件事。如果大家咧曾經去過舊立法會大樓，而家咧係終審法院，當年就係做港島線嘅時候發生沉降，而係要封咗個法院嚟做修補嘅。而家啲裂痕都仲喺度噶，唔該大家唔好以為沉降真係咁簡單。仲有啊，我哋而家見到，尤其是多謝主席今日安排呢兩個議題，就係令到我哋正正睇到咧，港鐵係有咁樣係點樣去大程度上係寬己嚴人。人哋120mm 啦，就即刻要人哋停工。你自己咧超曬標沙中線，話知你話俾你聽沉降穩定，你呢啲係咩態度？仲有啊！我真係好想講，頭先就講啦，話搬龍門嚇，我就睇過啦。原來咧，成個今日份文件咧，係得一個咧，係零零舍舍咧，天榮站咧就提高到去80mm 嘅啫。我就想問一下啦，你哋不單止搬龍門，連作業備考都當佢廢嘅。阿主席，我而家手上邊揸住份作業備考，我唔知道有幾多少同事係睇過呢一份咧。作業備考就係講呢個中基礎 APP 18第二版下面就講到明啦，有預警、警報同埋行動。行動就係最高級別，係咩？相關的地盤工程需暫停，需啊！讓我嘗試回應阿陳議員個意見咧。陳議員嘅意見我哋係認同嘅。當沉降係達到第三層級嗰個指標嘅時候咧，係必須停工。咁啊，呢個係亦都係日後我哋嗰個處事嗰個方法。至於係嗰個係指標嗰個轉變咧，我請屋宇署嘅同事再作補充。屋宇署，你得五秒鐘。始終都係我剛才答過兩個問題，即係都係要經過一個喺作業備考裏面，其實有個指引咧，係可以容許係經過一個工程學分析，考慮嗰一系列嘅因素咧，去計出一個。嗰個指標嘅上下停咗工先計嘛。